做梦梦到掉牙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曾做梦梦到掉牙。做梦梦到掉牙有可能是现实的映射，也反映出了梦者的心境，预示着梦者的成长。做梦梦到掉牙，并且一掉就是一大排，那极可能表示你在与人沟通上出现严重裂痕。这时梦者最好放弃沉默是金的美德，有话就讲清楚说明白。如果梦者和别人持相反意见，也不要沉默以对，或心里面暗暗嗤之以鼻。或许在沟通之后，你会发现别人的意见不无道理。在梦中补齐掉落的牙齿，经常是你已经开始改善自己在沟通表达上的问题。做梦梦到掉牙，但不疼没流血，说明梦者正经历的改变，这种改变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实际的坏影响。